地域上的分离无法阻隔源远华夏魂。他写了很多伟大的作品，被我们形象的比喻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。我们同宗，所以我们同目。为什么我们刚刚又讲到曹操，然后又讲到大象？曹冲称象。我们同文，所以我们相惜。我们中国字是象形字。什么叫象形啊？就是画出来的。我们同根，所以我们大爱。我现在不知道你想不想我，可是我知道我很想念你。我们同脉，所以我们难断。我们想让小朋友们自己做一个，画一个族谱。走进两岸三地莘莘学堂，文化明星带我们来一场寻根之旅。同一堂课，周四晚上10:30，星空卫视。